听众早上好，让我们的频率伴你遇见新西安，一起向未来。这里是西安，他们的西安，也是我们的西安。How are you doing in 西安？你的生活做好吗？당신의의견을듣고싶어요。I'd like your advice。西安很慢，在这里遇到的每个人都热情洋溢，踏实可爱。西安也很快，历史的机遇时不我待。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《西安都市圈发展规划》，遇见新西安系列招商活动全面启动。要追赶，也要领跑。老情人的血脉里没有懈怠，只要目光坚定，对未来充满坚信，成功之门将很快为你打开。西安很小，从纳米世界到分子阵列，视线到不了的地方链接着巨大能量，越复杂越精细，就越能成为这里的强项。西安也很大，国之重器，承载大国之力。理想有多远大，这里就能造多大。西安很深，深到3000年文化积淀，历史遗存层出不穷。深到蛟龙入海，护送奋斗者直抵万米深渊。西安也很高，城市的天际线可以奏出繁华乐章。西安可以更高，西安还能更高。西安很超前，用高精尖技术照亮世界，让智能制造引领时代前沿。西安也时刻守在身后，科创驱动平台提供坚强后盾，让创新者无畏前行。从西安可以直达远方，在西安，世界也近在身旁。西安可以千年未曾变，西安也可以转眼换新颜。这里是西安，我们的西安，也一定会是你的西安。